所以欧洲人每次都会非常骄傲的跟你说，我们就是伟大的宙斯和母亲欧罗巴的后代，所以给自己的母亲用自己的母亲的名字命名了欧洲的大陆，叫什么？再给我读一下起来 ，Europe。而给自己说欧洲人怎么说啊？就在后面加个 an， 再来一遍，一起来，欧洲人 European。一起来 ，European， he's a European， I'm a European。那你看 ，U 开头不是，但是发 U 音，一个欧洲人一定注意，经常搞 European。所以以后你到欧洲就知道，因为欧元有些国家，欧元的货币图案背面就是一个女孩骑着头头牛，你要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哦，原来就是欧罗巴的后代，所以注意它就可以了。如果知道这儿，我们来看第三个要注意的，也就是注意 H 开头的单词。因为他们有时候也加俄，有时候也加安，一堆特例，怎么回事呢？举个例子，你看这个 H 开头是第一个，叫做 I'm going to buy， 什么叫，还记得这词吗？草帽，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hat。这个 H 开头肯定是辅音，所以叫 a hat， 只有 A L U 才加安呢。但是有时候你再看，我是一个，这个词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honest， 再来一遍。Honest， 什么叫 honest？ 诚实的，我是一个诚实的孩子，但你没发现我没读 honest？ 你们发现 H 虽然存在，就那么 Europe 一样，那 E 不发音 ，H 不发音了，所以真正影响发音的是 O 啊。那同学们注意，当 H 不发音的时候，我们加的是 an， 哎，这个注意 ，I'm an honest boy， 你要记不住就记住这两词，不发音的 H 非常少，在初中阶段除了这个还记就还剩两个了。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一只马，到底是 a horse 还是 an horse？ 发没发现 H？ 发 h 的音吧。 This is a horse， 这是一个房子呢。 This is a house。第二个，我花了一个小时做作业，咱们怎么说呢？叫做I spend 什么 hour to do doing my homework an hour， 为什么 H 又不发音，又靠着 O 来活了吧 an hour。 以及第三个，初三才会学到，但提前记住没有问题，荣誉，一起来 honor， 你听 H 不发音 honor， 这是一个荣誉，怎么说？ This is an honor。 所以记住，当 H 不发音的时候，我们要在前面加 an， 记不住就记住 H 开头三个词 hourHonest 以及 honor 这三个词出现的时候，前面加 an。 看看中考是怎么考的，只要你知道就白送分了。青海省的中考题，一小时，在一个小时里有60分钟，有同学首先给我选四 D， 太不可理喻了。单数名词不能没有冠词，一个小时随便一个小时都有60分钟，不用特指，所以就剩 A 和 B 了。由于 hour H 不发音，所以答案是不是 A 啊？ There are 60 minutes in an hour。 好，那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注意特点，单词 one 出现前面永远加 a l u， 我们的 u 比较有特点，记住O 也有特点，但是 O 开头都加 an， 除非这个 O 开头的单词叫 one， 如果这个单词 one 就它一个词啊，就跟 hour 出现一样， one 出现前面不加 an， 要加 a。 老师怎么可能呢？ a 是一个， one 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啊，当然不是这一个意思了。比如你看海贼王，看海盗经常会出现，这是一个一条腿的海盗，一条腿男人怎么说？我们叫哎，一条腿 one腿 leg 的变成形容词，双写加 ed， 男人 man。 我认识一个一条腿男人，到底是 a one legged man 还是 an one legged man 呢？答案记住叫 a。 老师为什么？那我要你，因为 one 这个词音调很有意思，它是这么写，你会写吗？叫这么写，你没看它是辅音字母开头吗？所以一定小心，叫 a one legged man， 一只眼睛的男人怎么说？ a one eyed man。 你见过一条腿的椅子吗？有同学你坐呀，一条腿有啊，麦当劳肯德基我经常看到，就一个椅子，哎，这么着下了一个棍儿，一条腿的，这不就是吗？独腿椅，而英文叫 one 腿 legged table 或者 chair， 独腿桌，独腿椅，所以我坐在一张独腿椅上， a one legged chair， 这就是
第四点了。如果掌握前四点，恶意安的区别就差不多了。ALU 都加安，除了二三四，以 U 开头的、H 开头的以及 One 开头的。但是现在中考又流行另外一种题，咱们就得思考思考了。什么题呢？菲菲老师起个名字叫字母题的解法。什么叫字母题？咱就看看他们会怎么考。哎，来看广东省中考的一道题。这个的恶音音偏了，来看 ，Did you do well in？ 还记得什么叫词素 do well in 吗？叫在某方面做得好，很擅长。你在英语考试方面擅长做得好吗 ？Do you do well in？ 很好，是的，我得了个 A， 没问题吧？所以这里可不是随便的英语考试，肯定是哎，这次英语考试你考得好吗？哎，或者这次期中考试考得好吗？双方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空他就都会做对，叫 Did you do well in the English exam？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排除不选择的，比如 C 和 B 就不能选了。接下来就像是的，我得了一个 A， 到底是 A 还是 an A 的问题？得了一个 A， 这回麻烦了。以前都是一个单词问你 you 前面加 a 还 an， 现在就是字母问你一个字母前面加 a 还是 an， 那怎么办？菲菲老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办法，就是你必须要会26个字母的音标，比如 A 的音标叫做 A， 是这么写。你看哦 ，E 开头 ，ALU 元音，我要说 an A。老师，那我可不行，我没学过音标，那我怎么办呢？放心，什么事情都难不得我，难不过咱们中国人。于是你要实在对这种字母题不会解决的话，我只是说只是字母题啊。什么叫字母题？就是在 in the world 啊，不是世界， in the world， 在一个词餐馆这个词里有一个字母是 N。遇到这种字母题前面加 a 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呢？咱们几个句子，叫李先生有一只狐狸，我要你把它翻译成英文。李先生有一只狐狸，李先生叫 Mr. 李，有 has 一只，就用 one。 狐狸怎么说呀？ Fox， 全称叫 Mr. Lee has one fox。好，第二步，这个没什么，你来数一数这个句子有几个不同的字母。有数啊，三四五六七，不用妥协了吧？哎，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十三个，但你发现有一个字母重复了一回，一个 O 两个 O， 所以有十二个不同的字母。什么意思？你就记住，当这十二个字母出现的时候，前面永远加 an， 如果不属于这十二个字母就加 a。那啥意思？比如在 restaurant 这个词里有一个字母 n， 你觉得是 a n 还是 n？ 那你看 n 这儿有没有？哎，这儿躲着呢，所以是 an n。 为什么呀？不信你试试 n 的音标， n 的音标叫 n e n。 我说在这个字母里，这个词里还有一个字母 r 呢，那老师 a r 还是 an r？ 你看这题有没有？李先生的狐狸，哎，有，在这儿蹲着呢， Mr. 李的这儿，那于是还是 an r， 因为是 r 是这么写的，没有 a 开头，有一字母是 s， a s 还是 an s， 这儿呢吧， an s， 有一字母是 e， a e i e，安逸，没问题吧？有一个字母说了，老师，那万一有一字母是 U 呢？那你看这有没有？没有吧？所以叫 There is a U in the word， for example useful， 因为 U 的音标叫做 U 辅音开头。有一个字母 X， 请问是 a x 还是 x？ 这儿呢吧，音标怎么写？叫 x， 所以叫 an x， 你随便试。有一个字母 K。在这里吗？不在这里，所以同学们 ，ok， 因为 k 的音标就是 k， 没问题吧？所以同学们遇到这种字母题，实在不行就记住，李先生有一只狐狸 ，Mr. Lee has one fox， 这类字母都加 an， 不是这类字母，剩下那个14个，那都加 a 就好办了。那如果知道这儿 a 以 an， 我们也就结束了。那当然，这道题也就结束了。两道题，这道题是 I got an a。这道题 there's an n， 两个都是 an。 好，那接下来就该到了最后一部分了， an 搞定就看看的。那么的的用法，那老师的你不刚才讲了吗？只有三点，特指双方都知道，以及文章第二次叫对，那只是三大基本用法。
用法，还有一些不基本的必须要加的的，中考可爱考了，就像考名词，一般都加 s 加 es yvi 加 es， 但都爱考 o 结尾的 ，fse 结尾，单复同形的你还有点印象吗？所以最后我们就来看定冠词都有哪些要使用的的，除了三大基本情况。喝口水，我们一会儿一起来挑战最后一部分。好，同学们，为了帮助大家记忆，那同学们咱们编个小口诀，口诀并不重要，它内涵的质地比较重要，到底哪些要使用定冠词呢？来看定冠用法有规律，定冠就是定冠词，防止遗忘，这块应该是遗忘，怎么成遗志了，死人才用遗志呢，防止遗忘很容易，特指双方都熟悉，上文已经被提及，世上无二仅独一，叙述词和最高级，山河海岛建筑物，姓氏复数奏乐器，少数行表人一类，方位名词需牢记，普沟专有惯用词，适用此诀有效率。这是七言绝句是吧？那同学们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句一句来看，首先叫做定冠用法有规律，防止遗忘很容易，这是废话。来看第二句，当然一般的口诀第一句都是废话，但是很重要，就像欲练此功，当然不说这个了特指双方都熟悉，上文已经被提及，这不就是咱们当时三个基本定义吗？特别指出，随便一个女孩我用但是你看特别指出 The girl in red is my sister， 穿着红衣服那女的是我们特别强调穿红衣服的，上文已经被提及，双方都熟悉的，双方都知道的事情。Tom sat on a chair， 说 Tom 坐在一把椅子上，不熟悉。但是如果说特别指出 Tom sat on the chair nearest the door， 这也是特指，说他坐在哪个椅子上呢？是坐在离门最近的椅子上，这不就是强调吗？这个叫特指。那什么叫双方都知道？刚才已经说了 ，I like to speak to the teacher， 我想跟老师聊聊去。哪个老师不用直说了，咱是对话双方都知道哪个老师。或者 I took a taxi to the station， 我打了辆车去车站，哪个车站双方都知道。以及文章中第二次提及的还记得吧， I have a car， 第一次提到I cleaned the car yesterday， 我有辆车，我昨天把这车给洗了。那同学们，接下来第三句就是新东西了，那么我们来看看世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们就要一定使用的。那老师，世上我觉得什么都独一无二，你看刘菲菲独一无二，我也没说的，刘菲菲又来了，注意我还会强调什么样独一无二，再加一句叫天体的独一无二。什么叫天体？天上的宇宙的物体往往加的，人间就算了。同学们，爸爸妈妈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举个例子，常见的那几个，你告诉我天空怎么说？很好，你现在别说 sky 了，我们叫 the sky， 一定在 sky 的前面加一个 the， 因为天空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加个 the sky 就可以了。来看第二个，还记得宇宙怎么说吗？叫 universe， 大学嘛 ，university， 所以同样 the universe。Traveling in the universe。 好，第三个，太阳，快看太阳， Look at the sun， 那有太阳就有月亮，怎么说啊？ The moon， 这些都是宇宙间的星体，天体都像地球，我们生活在 We live on the earth， 没有为什么，这里不是特指，就是因为他们是天体，他们独一无二了，我们加的。好，以及以后在初三会学一个词环境，虽然这不算，也跟天体关系不是很大，但一起记吧，跟我读一下 environment， 很大的一个词，这个词很大，因为到初三会问你环保环境保护的作文，你连环境都不会说，那行啊，一起来 environment， 再来一遍 environment， 所以 the environment， 这里的环境真好， the environment here is nice。所以同学们，这些就是我们常见的天体独一无二了。以及同学们，叙述词汇最高级就太简单了，第一怎么说呀？ first， 但一定说 the first， 第二呢 the second， 第16呢 the 16th，
雄素最高级我们之后会学，也可能需要讲了，比如美丽叫 beautiful， 最美丽怎么说呀，叫 the most beautiful，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 雄素最高级。大叫 big， 最大怎么说的啦， biggest，而最大一定加个 the， he is the biggest one in the classroom。 所以同学们注意，叙述词汇最高级前面约定俗成要加 the 的。那好，我们来看下一句，山和海岛建筑物姓氏复数奏乐器，有些能明白，有些要说一说，表示大川大河、名山大川、海岛和有名的，包括有名的建筑都是非常有名的，说你们家的房子就算了。那这时候比如哪些有名呢，去过乍玩吗？这个叫什么山呢？叫做 the， 你看我加了 the 了， the Fuji Mountain， 可不叫夫妻山啊，同学们，还叫宰鸭山，这叫日本的最著名的 the most famous， 很好，富士山。以后你去非洲还要看到这个山呢，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你知道叫什么吗？英文叫做，我写出你就明白了， the Table Mountain。 中文怎么办？桌山，很好，就是桌子一样。为什么叫桌山？你发现这个山跟富士山的特点是什么？它的山顶很奇怪，不是人为的，鬼斧神工一般，是平的，很有意思啊，就像一个桌子。尤其雾天的时候，在这儿有云，像撒一样雾，就像铺了个桌布一样。而且你将来去玩，还可以通过缆车登到桌山的山顶，都是平坦的，很奇怪。七大奇迹 ，This is the Table Mountain， 也是有名的山。那来看有名的海或者河吧，这是什么？九曲十八弯还是黄色？黄河怎么说啊？叫 the 大写 Yellow River， 没问题吧？好，那同学们继续，著名的岛，这个岛见过吗？老说它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岛，英文就叫 the 台湾，就怎么说啊？ Island。 所以同学们，有名的这叫山河岛屿啊，都要加个的，以及有名的建筑，这最有名，这哪儿啊？大白房子，白宫，英文叫 the 白色的 white 房子 house。The White House， 所以注意，有名的名山大川之前一定要加 the 呢。当然还有什么呀？叫姓氏复数奏乐器，只是两点，姓氏的前面必须要加 the， 还得用复数，啥意思？于是大家看一看，叫 the green 还得加个复数 s， 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在国外有一个男的叫格林，叫 Mr. Green。后来呢，有一天走在街上，看那个女的叫 Helen， 女孩，俩人就一见钟情，就相爱了。相爱以后，在西方有个传统，女方要怎么样呢？改姓，姓名的姓，而不是性别的姓啊。当然啥都知道，不用改性别。那同学们把姓名改了以后，女方就不叫 Helen 了，叫 Mrs. Green。这点中国好像比他们要现代，他们也挺传统的。中国古代这样，你姓张，然后老婆姓王，然后那个嫁过来以后就叫张太太。台湾也这样，现在咱们中国现在比较男女平等，他们西方在性别上还姓名上还并不是很平等。于是家里就有几个叫格林的了，俩了，爱情进一步结晶，小格林亚瑟苏里奇巴就是勾嘎 K 就相继诞生了，又叫 Mary Green 玛丽格林、汤姆格林、杰克格林，这么多格林叫起来真费劲。于是老外想了一个办法，挺聪明的，把 Green， 我们家都姓格林，13个14个呢，加个 s 表复数，前面加 the 表特指，指的是格林这一大家子又出动了，指的是格林一家人的意思。你在哪儿呢？我跟格林一家人在一起， I am with the Greens。 注意 the green 加 s 后面用的永远是 I，而不是意思。经常考一家人十几个怎么意思呢？格林一家人今天要爬山去了， The Greens are going to climb the mountain。 格林一家人在机场呢， The Greens are in the airport 或者 at the airport。 所以注意 the 加人名的复数表示一家人，后面用复数的形式，前面必须加 the， 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因为当初咱们讲名词还记着这个吗？而且讲购物的时候讲了，还什么叫人名撇 s？ 注意 the Greens 等于 the Greens， 格林的什么呀？
房子，这是指格林的房子，格林的家，这是指格林的家人。当你遇到 the greens， 那得用 is， 而 the greens 发音怎么样？得用 are。比如今天我要去格林家的房子玩，那于是你要说 I'm going to the greens。发现到了格林他们家房子，格林家一个人都没有。哎 ，The Greens are going for a holiday， 他们去度假了。所以记住，性数复数前面加 the， 直接加 s 用 are， 加撇 s 是指他们家。如果职业加撇 s， 咱们跟我讲是某个经营场所，还记着吧？以及乐器前面必须加 the， 学会很多乐器了。总结总结，好，钢琴怎么说 ？piano。弹钢琴呢，一定翻译成 play the piano， 不用翻译成弹这个钢琴，就是弹钢琴。I love playing the piano， 没有为什么，这种王不长痔疮，烂规定。同学们，乐器前面啊，再来，小提琴会说吗 ？violin，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violin， 再来一遍 ，violin。弹小提琴怎么说啊？不能不能叫拉小提琴。弹啊 ，play the violin， 没问题吧？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乐器啊，乐器吉他，很好，经常考的 guitar。那当然，弹吉他怎么说啊 ？play the guitar。以后还得学很多，知道什么叫 drum 吗 ？drum， 跟我一起读 drum， 敲的那个鼓，敲鼓也叫 play the drum。乐器前面必须加德。好，我们抓紧，就要离胜利不远了。少数形表人一类，方位名词需牢记，指的是两点。少数形容词前面加德，表示一类人，不多，就六个，分别是老人们怎么说呀？在形容词前面加 the old， 对应的年轻人，你猜怎么写 ？the young， 很好。有钱的人们怎么说 ？the rich。穷的人怎么说 ？The poor， 很好。生病的人英文叫 the sick。残疾人以后会学叫 the disabled。主要就这六个，我说少数形容词就这六个，不以自己造啊啊！美丽的人们 the beautiful， 聪明的人们 the clever， 弱智的人们 the stupid， 没有这么说的，就这六类，哎，要么老，要么少，要么有钱，要么穷，要么生病，要么残疾。那同学们注意，它表示的是一类人，所以在后面你想用 is 还是 are 呢？一律用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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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翻译？不要翻译成这个老头叫。The old 啊，怎么怎么样？老人们都很稳，年轻的人们都很有活力。The young are very energetic， 而穷人们都很可怜。The poor 啊，有钱的人们都怎么样 ？The rich 啊 ，the sick 啊，以及 the disabled 啊。所以同学们注意，这就是要加的加六个形容词表一类人，后面加啊，好。方位名词前面加的要牢记。那什么叫方位名词？无非就是上下左右东南西北中北，就这几个方位吧。好，在东边英文怎么说？注意介词还要考 in the east， 没有为什么，必须加的。好，在西边啊 in the west， 很好。在南边怎么说？ in the south， 最后在北边 in the north， 考两个点，一个必须加的，不许说 east， 第二还得用 in， 同学们。好，接着了，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中，在上边，注意介词变了，底儿上叫上边 on the top， 在底部，在下面怎么说 on the 底部 b 开头的bottom， 跟我读一下底部，一起来 bottom， 在左边注意介词啊 on the left， 在右面呢 on the right， 很好，在中间是最讨厌的，记住是 in the middle 或者 in the center， 这就是所有的方位性的词了， in the middle， in the center， 所以注意东南西北都加 in， 包括 in the northwest， 在西北组合的也加 in， 但是上下左右加 on， 唯独在中间我们用 in， 但是方位名词需牢记。好，那同学们接下来来看最后的普购专有，不
普购专有惯用词，适用此诀有效率。什么叫普购专有？我们叫做由普通名词构成的专有名词，必须加的。什么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是普通的名词，共和国普通的名词，中国的由他们构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唯一，这是要加的，我们叫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长城怎么说？伟大的墙，对吧？墙也很普通，那于是但合到一起，居然成了独一无二的一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The Great Wall。颐和园怎么说 ？The Summer。Palace 叫宫殿 ，summer 夏天，哪儿都有宫殿，哪儿都有夏天，但合到一起成了独一无二的专有名词，我们叫 The Summer Palace。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包括美国怎么说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没问题吧？所以像这样词数不胜数。WTO 叫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这就是普购专有，普通名词构成了唯一的一个专有名词，我们要大写。以及惯用词，什么叫惯用词？那就是随着大家日后的积累，会学到很多的词组，比如说过得愉快，背过吧 ，Have a good time。有的就得加的，那就是慢慢的积累了，那适用此诀有效率，把这些捋一捋也就 OK 了。所以如果能接受的话，那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老习惯，直记中考。我们找几个中考考冠词的简单题，大家体会体会就可以了。所以先来看临沂中考和绍兴中考两道，希望飞速做完。我希望我们能飞到月球上，月亮上一天，想到月亮，这叫天体的独一无二，所以想都不想拿分拿住 C。 来看第二题，绍兴中考。 What should I buy for Tom's birthday？ 我问 Tom 的生日我该给他买什么呢？买一个相机怎么样啊？他喜欢照相，相机单数名词，绝对不能选词 D， 不能光突出没有冠词。相机是 C 开头，所以辅音开头只能选 A， 当然是啊还是的，你就特指范着。我觉得他说话太不是很靠谱了，你就买一相机吧，随便买一相机，买一个相机，也没说买那个佳能 D50， 买那个索尼的尼康的 D60， 没有这么说，所以要不就买一相机怎么样啊？答案是不是 A 啊？ How about a camera？ 来看富康中考和达州中考。哎， Which one is your mother？ 哪一个是你妈妈啊？穿着紫色裙子的，而且还在树下，多特别指出啊！所以答案是不是 The one in a purple skirt under the big tree？ 来看达州中考怎么考了。 What's Mark doing when his mother got home？ 当他妈妈到家的时候， Mark 正在做什么？昨天他正在弹吉他，这是什么？乐器前面必须加的，所以答案 A 就出来了。好，加抓紧。最后两个，攀枝花中考，四川的。You have dropped S in the word necessary。你这里的 drop 丢弃，这里是省的意思啊，你把它丢了不就省了吗？你丢掉了，在这个词的 necessary， 你省了一个 S， 或者你可能你丢了一个 S， 你少写了一个 S。好，字母题的解法 ，a s 还是 n s， 你丢了一个 S。李先生有只狐狸吧 ，Mr. 李 has one fox。有没有 S 在这儿？哎，这儿蹲着呢，所以 NS， 不信你写写 S 音标 ，S E 开头了。好，于是啪啪就不对了啊，这也不对，排除也就排除 C 了，不是剩下了 C。那同学们，你再检验一下吧。Oh, the letter is S is double。这个 letter 可不是信 ，letter 除了信还有什么意思啊？二十六个字母的字母，哦，这个字母应该双写呀，我都不知道。文章中第二次提到，第一次提到 s， ns， 第二次提到 s， 第二次到用的，所以这道题考了两个知识点，答案是 C， 排除就可以做了。那同学们来看最后锦州中考 ，Jack 喜欢踢足球，但是他不喜欢弹钢琴，由此我可以知道钢琴前面是必须要加的，因为是乐器，所以第二空加的只剩 C 和 D 了。老师说踢足球，足球属于单数名词，所以不能不加，所以我选 C， 你同意吗？
当然不同意，那答案是 C。 为什么踢足球叫 play football 或者 play soccer 呢？有些同学估计背过这个，这就是我们在初二会研究的零冠词了。有些名词少数不多，必须是零冠词，既不加 a 也不加 the， 后面不加 s。 比如球类运动 play basketballplay football， 没关系，慢慢一点点的记，随着我们不断的学习。今天最后到底只想告诉你，冠词还远远没有结束，到高三咱都有的学。不过对于今天你已经成功了，希望大家回去后把这些冠词再整理整理。那下节课我们还是一个语法到底是什么，咱们下节课再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咱还是老话，下节课不见不散。